快点，快点！真的有货啊？有啊。你老公在不在家？不在，不在。不在啊。那个货，成色很不错的，我跟你说。不错啊。进来。来来来。货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照一下嘛，着急着什么急？在房间啊。对呀、啊。要不我进去一起跟你进去里面看，跟我进去。是啊，我那房间太暗了，估计看不清。那赶紧拿出来呀、啊！就是、哦，等一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来了！哦，来了。就外面光线好一点，我那房间太暗了。啊，快点！怎么用这个东西包啊？阿奶穿的那种裤子啊？这是我外婆的。哇！留下的，看怎么样？哎，这种是赝品的不？什么赝品？你把你墨镜取下来，你是胡说八道你！好，我去看一下啊。你墨镜都没取，你的事。我用我的老花镜看一下。看，这成色还是不错的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！你拿好啊！我这是仿青花石的，这个是赝品的，不值几个钱。你骗我不识货啊！哎呀，真的是。这是我爷爷的留下来的，我跟你说。这个还值点钱，这个是纯金的。这个啊？是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个那时候，哎，赝品最多给你20000块。什么赝品？我老公说这个在市场上卖十几万呢，还有那么贵？这个我给个5万，那个的话最多给2万。5万、2万、7万。是啊，快点。我还差3万。哎呀，再给多点嘛。哎呀，18万了，算了，快点。那行，真的是，我要不是着急用钱，我才不会卖给你呢。哎，着急用钱啊。那肯定啊，我那边我9.13公了。哎呀，你还要这一手啊？欠了10万了。来，拿着，这里5万。嗯。6万。7万。8万。八万。对。这条裤子要不要？哎呀，这事情不要了，我就直接烧进这里。我跟你说，这条裤子是我外婆那个那时候的天丝缠，哎，一条一条缝出来的。那种不值钱。哎，开门！怎么回事啊？我老公回来了。你老公回来了？对呀、啊。完了。没事，来回来就回来嘛，卖都卖给我。要不然，直到我把他的传家宝卖了，他非打死我不可。哎呀，这样子啊？你先躲起来先。那我去哪里呀、啊？到房间里面去！快！哎呀，真的是，快麻烦了，赶紧把他打发走啊！快点躲好，快点躲好，不要出声了。来了！开门！来了。你干嘛呢？白天锁什么门？睡觉啊，我一个人在家睡觉啊。你白天睡什么觉？那我要睡，我要午休啊，是不是？午休也不用锁门啊，像我们这种家庭。你要锁啊，我一个大美女在家，等一下人家对我图谋不轨呢，是不是？你算了，快走过去。那么早就回来啦？还早啊？今天突然就停电了。又停电，回来真不是时候，真是。哎呀，累死了！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啦？还早啊？那不早吗？现在才几点就回来了？真的是。休息一下先。哎，莫言。休什么息？干嘛？跟我去趟街。平时你如果说不喜欢去逛街，怎么今天突然就跟我去逛街？今天想去街上买衣服啊，买护肤品，我那护肤品用完了。平时你说跟我出去你就丢脸，现在又说。根本就去逛街，不可能。没有丢脸啊，都走嘛。我累呀、啊哎，我加班了，我加班，这现在才几点就是收工回来，真的是。
今天突然间停电，我巴不得停电，要让回早一点休息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不休什么心，跟我上去。你什么意思？跟我上去买东西嘛，走嘛。真是奇怪了。这走嘛，上去。不行不行。去上街嘛。躲在我们家床底下，出来。你干嘛了？哎呦，我没干嘛。鬼鬼祟祟的啊，没干嘛。你还戴了一个墨镜，孤男寡女的跑到我家房间来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给我戴绿帽了？没有，兄弟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难怪我老婆。没有。兄弟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干嘛解释？你老婆把那两个古董卖给我，我是收古董的。怎么样啊？是啊，收古董就收古董，躲在我家床底干嘛？哎，他说你的传家宝不舍得卖，你看，这个，哎呀，你这个败家娘们，我这个古董啊，你知道我去鉴定人家说值多少钱吗？500万啊！500万？哎，兄弟，他已经卖给我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还给我！他别碰啊！那这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这是黄金呐、啊，知道没有？金虎啊，就会值1亿的。1亿啊！你什么？你多少钱卖给他？总共八万。8万块。啊！哎呀，你真是败到家里面来了。那钱呢？钱在这。还你了？算了，我卖了。卖了嘛？哎，卖什么卖？哎，你还想干什么？都已经买了，兄弟，他已经卖给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孤男寡女在我家，如果传出去的话，我还有脸吗？我现在一叫了一群人过来打死你。哎，算了，那把钱还给我。啊，把钱还给他，不要，要滚蛋。卖嘛。还有没有？没啊。你是不是倒脑进水了？刚才又说了，这单单交易值1亿了，你8万块钱卖给人家。可是我着急用钱呐。滚！你给我滚！走，盯死他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不懂啊！我交过你值500万。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着急用钱呐、啊。你着急用钱也不要卖我这个古董啊。那不卖我实在没办法。那谁呢？我不是给了20万你吗？没了。干嘛了？9点一三公。哎呀，真是造孽啊！我怎么娶到你这种老婆啊？哎呀，天天在家里面啥都不用你干，还拿我的钱去赌，跟你离婚！哎，别离，老公！哎，别离，我下次我不卖了，我也不赌了，不敢去了。老是这样啊！我保证。你有什么保障？用我的人格保障。你有什么人格？跟你离婚了！哎，别！滚！你只要帮我把这一次的钱给补上，我绝对有下次，不敢了。哎，你看在孩子的份上嘛，气得我差一点晕厥在这里，你知道没有？算了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欠了多少？欠了12万。又不是说没有钱，以后你再赌的话，直接跟你离婚了。我跟你说。我不赌了，那我把这些钱拿去还，赶紧还掉给人家，好好过日子，照顾好家里面的小孩。我下次我不敢了，我跟你保证，别乱动我的这些古董啊！如果我下次再赌的话，你就是小狗，你直接把我的手砍断去，我才不砍你了，跟你离婚就算了。那我去了啊，欢迎回来。怎么回事？快打我地方了，这有人要追我，有人抓我。来不及啊！快点！200块！200就200，我给你。快点！大哥，不要跑！阿妹，又被他跑了。哎呀，还追不追？再追去看看。呀！哎呀，美女，刚才那么急的，究竟去哪里了？我要去旺旺村啊！旺旺村啊！嗯，
那刚才怎么回事？有两个男的追着我跑，他们说要抓我回去做老婆。抓你做老婆？是啊。哎呀，不然就样子了，我也没有老婆，你嫁给我了。我有老公了。有老公了？嗯。哎呀，有老公了。那这样子，刚才我都救了你一命了，你这个价钱要不200块不行的吧？我跟你说吧。那你刚刚不是说200块钱吗？这不200块，那时候都没说去哪里，200块怎么行？现在我救了你一命，你知道吗？我帽子上命危险拉你的。可是我没带钱在。刚才他们追上来就要打我一顿，那谁负这个责任？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想着快点逃。都慢慢穿着吧。嗯。哎呀，那么风大的风险，刚才他们要追上来，我救了你是吧？1000块了，一起1000块。1000块啊？是啊。可是我包里没有的钱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子吧，我回到家我叫我老公给你吧。这样啊？嗯，你先拉我回家，我叫我老公给你。那行，1000块哦，等说好了哦。嗯。走，站住。做完了。叫你老公拿钱来，开我了。我家上，我下次拿。啊！老公！哎！快开门呐！哎，回来了，老婆。我跟你说，我刚被两个人追抓，说要抓住我去做老婆。哪个？谁敢啊？胆大包天啊！是不是你们的老？没有，拿你抓我老婆，没有，那是我拉，我拉他回来的。误会，不是，是拉我回来的。是我拉他回来的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是有两个男的，我也不认识，一直追着我跑，我跑出来，我碰到那个摩的了，我就叫他拉我回来。哦，这样，是他救了你啊？啊，是他我拉。真是多谢他，误会你了，误会，把他杀了，早点尿都出来了，真的是这样啊。老公刚刚回到半路，他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才搭我的，他说要我1000块。1000块呀、啊？才多少公里要1000块？开始他说给200，他算我答应给他，可是到半路他要1000块钱。可以了，你先回去，我帮你处理。在这里我帮你处理。嗯。嘿，莫莉了，哎，真的是多谢你啊！不用，太感谢你了。不然的话，我老婆就麻烦大了。到里面喝杯茶先，搞定那个车费呗。哎，车费多少钱啊？哎，刚才答应了嘛，1000块啊。1000块？你救过你老啊？哎呀，我刚才才多少公里？你说呢？我刚才救了他一命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时候我跟你说10000块钱，你舍得花？舍得花归舍得花，可是你半路加价就是你不对了。之前说好是200就200，是吧？虽然说你救了我老婆，不过像你这样落井下石，那怎么行呢？你要将心比心啊，是不是？你也知道我冒着生命危险的啊，真的。冒着生命危险，不过呢，救了一命，我是要感谢你。可是你收的也太离谱了吧！哎呀，1000块也不算离谱吧，兄弟。怎么不离谱？10公里都不够，收1000块。你狮子大开口。那我那个时候我也心急了，那我救他。那时候你如果是你的话，可能你也愿花1000块钱。我跟你说，老老实实，刚才说200，他说上车的时候说好200，到半路的时候就加到1000去。哦，说不定你跟那个点毛是串通的。没有，哪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刚刚回到半路，他问我什么原因，我说人家要抓我去做老婆，他说要不然做他老婆算了。他说，我也还含笑。哎呀，我得死你了，你啊！我不是看在你救我老婆一命的份上的话，我真的要打一顿你。我现在还怀疑他跟那个点毛可能是串通的。是啊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哪有的事？是不是？你问你老婆，我跟他们认识吗？哎，说不定啊，这种东西是啊，不然的话，你心怎么这么灰？是啊，白白，今天我白白救了他一回了，是不是？一码归一码，滚蛋！200块我照给，1000块是没有可能给你的，来拿着。
200块。那你多少要多开一点啊？油钱才多少？哎，可以我有我一命，如果说你半路不加价的话，2000我都愿意给你。哎呀，现在你表露你那黑心出来，要我怎么给你？拿了100块去，滚！哎呀，那么凶残的事，滚！哎呀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真的，还想落井下石、啊？好了，我走了。你这趁火打劫的东西，可以啊，没了没了，上车。要小心点，没什么事吧、啊？回去了。没事，就是跑得有点累。还好我兄弟在这里，不然的话就麻烦大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谢谢你啊，没事，回去喝茶去，进去吧，啊。好啊，到你家了，老公，离婚证也在这里。现在送你到家都仁至义尽了，这么无情吗你？这么无情不无情？黄脸婆，送个赔钱货给我。那女儿也是宝啊！宝个屁！怎么那么无情啊！不要再叫我，一点感情都不念了。老公，别走啊！别叫我老公！别走啊！怎么办呢？他们到家门口还是敲门一样了。老爸，老爸，哎，我哎呀，你这个丑丫头，你还回来干嘛？啊？谁呀？那个老公，你看你这个，你这个姐，现在是怎么回来了？还要回来干什么？我离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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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才开心。那个时候不是说跟我们断绝关系吗？人家全团人家个女儿都拿了10万块彩礼，这次你一分钱没拿回来就跟人家走了。现在你搞到你哥哥，你看做鸟一样，老婆也娶不到，也有领回来。可是我没有地方去了，他都把我送到这里，他就走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不是说跟我们断绝关系吗？还有领回来啊？还回来干嘛？那你毕竟也是我爸，这个也是我爹。哎呀，我是你爸的话，那个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绝情了。我跟你说，一分钱你还拿都不知道，我就要脸往哪里搁？你看，你大哥像个傻子一样，老婆也娶不到，天天都想着女人。那时候我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听他的三言两语，我就信他，以为他真的能够对我好。我没想到他是这样子对我的。你现在不要说那种，我跟你说，你嫁出去的女人带个小孩回来，现在能够回去吗？如果你住进来的话，我这个儿子就是你这个大哥永远都娶不到老婆。我帮你留进去住嘛，我没有地方去了。不行，那就滚！我滚去哪里？我不管你哪里去哪里，这个家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不要那么大声，等一下我小孩哭了。哭就哭，管得了那么多，要找到那时候那么牛逼。哎呀，以后不用当初怎么说啊？你不再回来了啊？怎么说？彩礼没给就算了。哎呀，刚动完工完，你上大学就嫁了。我知道错了，老爸。你不要啰嗦那么多，儿子回去。别，这贱骨头，不要再在门口哭。去，回去。滚！害到你哥现在找到不到老婆，我们爸给我进去嘛！我去哪里呀、啊？哎，这个不是丹麦呀、啊？老牛啊！你不是嫁外省了吗？离婚了，离婚证不在这里。离婚了？嗯。又遇了渣男了，嫌我送个赔钱货，又嫌弃我黄脸婆，都不要我了。哎呀，是命苦啊你啊！当年啊，你读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你老爸都极力反对你，不要叫你不要嫁外甥，你偏不信。你看看现在，我现在回来，我爸也不给我进家门，我弟也不给，他不给你进家门啊？怎么那么可怜啊？你命不好。都怪我当初不听他们的话，嫁外甥。那既然成现实了，那你想怎么打算啊？不知
道没有地方去了。没地方去了。嗯，人家那个都回不了了，我还能去哪里？啊，娘家也回不了，你看你婆家也是不收留，是吧？嗯。要不我带你去相亲咯？你也知道，听说我是专门做媒的吧？听我老爸提起过。哦，那怎么样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重新找一个？可是我带着一个拖油瓶，谁会要我？不过呢，你也长得那么漂亮，怕的，爸爸那人是会喜欢爱上你的。啊，不过你要安心的过日子那种，啊就可以。只要他能接纳我跟女儿，我什么我都愿意。我们附近这里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农村的很多那个老光棍的，哦。那行吧。那行李要不要拿下去？拿吧，反正。拿下去啊。嗯。我带你去相亲了啊！这边这边。啊。大飞。哎呀。哎，老刘。想不到你也在家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啥风把你吹过来呢？坐着慢慢聊，你不用急。我跟你说，啊，啥事情啊？先坐上来先。是这样的，你看这个美女觉得怎么样先？漂亮啊，可是又不关我事，都有小孩，都嫁过人了吧？啊，肯定是嫁过人了啦。你看人家小孩都有了。不过呢，怎么不过？大金一进一嫁的，你缘分到了。我跟你说，什么缘分到了？女人缘呢？你都介绍十几个都没有一个成的。哎，那是以前，以前那些女人啊，那眼睛啊长在头顶上了，知道没有？以前那些女人，那今天就过来不一样的不？怎么不一样？你的，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红本本，你知道什么？结婚证啊？什么结婚证？离婚证？哎，你看一下，给他看，给你看一下，你懂不懂？看我不看，我不太懂，不懂我念给你看，离婚证。真气的，你不懂。哦，哎，你没见过是吧？这关我什么事？我都不关你事，我先帮你留的。不用了，等下你留下。我的，哈哈，是他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隔壁村的、哦，啊。那干嘛？离婚了，这个女孩子跟她前夫，她以前是在外商。我跟你说，那你带她来我家干嘛？离婚了你才有机会啊！不离婚你有机会吗？这笨脑筋真是的，你都不想要老婆是不是？啊，也是。离过婚了才有机会，我人家没离婚，你有什么机会？真是，你想翘想脚啊？啊，这样。所以说现在缘分到了，人家还带着一个女儿不？女儿啊？是啊。你看，你看这可爱吗？挺可爱的。喜不喜欢？睡觉啊。哎呀，啊、我有一个就好了。有一个就好了。是啊。真是的，这死脑筋。你就是不想要出力，要有一个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看上他，他看上你，如果成的话，晚上你还要出力，再继续生五六个、七八个都没问题。人家能生，嗯，这样是啊。那先了解一下，等下他不愿意的话，像之前那些，怎么行啊？小妹，你跟他说呀，说一下。前夫嫌弃我生女儿，他就把我抛弃了，他把我送到。娘家门口他就走了，他不要我了。生男生女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哎呀。是啊，是我都喜欢女人，养大了到时候又可以当交商银行，是。哦，你也不懂啊，如果过年的时候那个腊肉啊，从这里挂到那边，如果你有十几个女儿的话，那腊肉一人给十几块腊肉回来，挂到那边的，挂满完，是吧？最主要是看人家愿不愿意、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三妹。多大了？今年？29。29啊？嗯。我都35、36岁了。那没事啊，只要你能接受我跟女儿就可以了，我没有什么条件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不过我家庭条件的话也一般般，就是还是瓦房哦。嗯，瓦房没有事，我现在就想。有一个家，因为我娘家我也回不去了，我爸不给我进家门。啊，你爸妈也不给你进家门啊？不给。哎呀，怎么都是这样啊？他们哎，别聊那么多，你要不要？我要不要，我带你过去了，你去接他。我要就是看你愿不愿意。我愿意啊，只要你能接受我，什么我都愿意。这样啊？你愿意成了吧？哎呀，不要啰嗦那么多了。
哎呀，你又长了。老牛真的是。哎、你看看，我都说你女人缘到了。这样，拿着几百块去。够了，你要多少？我一天拉摸的才30块。我看见你那么小气，我都觉得你难怪老是看美女看不成。哎呀，那就哦，给1000嘛。这样还差不多。你又买我买一罐奶粉啊？如果说跟他在一起要买奶粉啊？结婚了，两个人一起努力，什么都会有的。我跟你说啊，那我就走了吧。啊，那他直接在我家住啊？行李没看见啊？真是的，没有眼睛看了，真是。他老是要我说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，不用客气啊。好，好过日子了不？嗯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老牛。啊，如果有什么他对你不好的话，尽管跟我说。我来帮你摆平，嗯，因为你父母那边呢、啊、都不帮你，有老牛算，老牛帮啊，嗯，就这样了吧，啊，好好好，嗯，那就先进家里面休息一会吧，嗯，来来来，明天我们再去办个结婚证啊，哎，来，爸，我来呀，怕，哎呦，怕什么？坐好，坐这里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哎呀，坐好啊，他叫你坐好。哎，认识在干嘛？啊？不认识。哎呀呀，翻脸不认人啦！哎呀，现在不是黄脸婆吗？什么黄脸婆？他是被你逼成这样子的。为什么逼？还黄脸婆？当初怎么你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关系是吧？后来呢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他为了你的学业，他放弃他自己的学业，出去打工，初中都没毕业，出去打工，供你读书。可是你呢？那不是他自愿的。换来了什么？他自愿的。你怎么样对待他了？别来，你放什么？那我就一句话，他自愿的。还他自愿的，那还不是他爱你啊？他爱你，他才会这样子。你评评理，他自愿给我的钱，又不是借给我的，我凭什么要还呢？自愿给的。是啊，自愿给那，你说爱我一辈子，只爱我一个人。哎呀，说男人说的话你也相信，真是笨。对啊，你奶奶没教过你啊？没有啊。哎呀，你还狂是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要在想你这样拦人家的路是你不对哦。怎么不对？他把我闺蜜的心都给伤透了，我为我闺蜜打抱不平，我有错吗？干嘛呀，在这里挡着路，我们都赶着时间了，你们是谁呀？前任。前任还有意思来这里挡路？你是他女朋友？哎呀，动什么动？闭嘴，说一句，不要乱说话啊。你再说，那我女人都打吗？啊，打一个试试，不怕你啊。哎，兄弟呀、啊，有什么事要说？把我男朋友还给我。哎呀，发神经了，脑子有问题了是吧？你还要这种男人干嘛？不要他了。你自己过得不好，想让我过得不好啊？还带个闺蜜来，拦我路。这个现在是你现成的男朋友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准备要结婚。你这个男朋友是负心汉，你看。你不要推我啊！哎，不能打架哦。你说谁负心汉？不能打架哦。你就是负心汉。不要打架哦、哎呀，你是见不得我们过好日子才在这里说。人家他是一个人兽人面兽心的人，你那谁？他是他谁？干嘛？你不是说爱我吗？嗯、爱我你还这样对我？来，还不把你闺蜜拉开？走了、哎，快点，你坐好，你别怕啊！以前你我给你撑腰。以前你自己对我说了，我说一，你不敢说二了，赶紧带他走。就是因为你的这样子，他被你欺压了几年。哎呀，他自愿的啦。原来你是个渣男呢、啊。你就是因为我是远犯啊，原来你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他就是叫我闺蜜善良，他就这样欺压了我闺蜜好几年了，差不多整10年了，10年的青春就这样葬送在你的手上了。我本来就不喜欢他，是他厚着脸皮追我，还不要不是看上他给钱我供我学费。我会跟他交往吗？呀呀呀，什么意思？没钱了，我告诉你，他没钱了，就打一个电话。哎，小青，亲爱的，我没有钱了，读书伙食费又差，那个跟同学去吃饭又差点钱，就是我闺蜜自己宁愿不吃都要给他，把那个钱全部借给他。我看清楚你这个嘴脸了，原来是软饭，难亏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对我。
千百般的好，什么都买给我。我现在原来是想讨好我，要我家的家产呐、啊！你看我家有十万亩大山，是不是想要我家的地？没有了，算是干净纯正的。不要听他乱说。我告诉你，当初我闺蜜成绩也是不错的，就是因为她，她说她想读书，她想出去闯一闯，闯出大山。可现在呢，学业有成了，把我闺蜜抛弃了。我打得好啊！西瓜，打得好。哎呀，你不要走啊！金花，哎，你不要走啊！哎呦，怎么是这种名字啊？哎，长怎么样？啊！你把我害惨了！我就是让你惩罚一下你自己，我告诉你，让你承受一下这种滋味。还有，我根本就没爱过他。花了多少年了？花了几年了，十几万了。哦哟，哎呀，渣男呐、啊，正宗的负心汉呐、啊。他自己，我跟他。那是凭我自己的本事。哦哟，我五千块钱一个月，我一个月才用200块，那全部寄给他了。怎么样、啊？就剩200块钱买每个月买那个姨妈巾。才不跟你们扯了，还肯定来？别等着，别等人，把我闺蜜的钱还给他。我跟你说，花了人家十几万，人家供你上大学，现在学业有成了，甩手就跑了。正宗的渣男负心汉，这种人啊我见多了。他十年的青春你赔不起就算，但是钱必须赔给他。又没有欠条。没有欠条，他自愿给的、哎、那今天你不要走。我跟你说，那你今天就别走。我跟你说，把你车子就压在这里，你就想别走，等一下钱不还，直接把你轮胎给卸了。那个美女有没有那个转账记录？有啊。有转账记录，拿出来给他看。有一部分没有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有记录全部打开。要不要拿个本子来记呀、啊、你不是爱我吗？我们复合。不爱你了，那个钱不用还了。我告诉你，别碰他，不要脸的男人。我跟他是真心相爱的、啊、刚刚怎么说来着？上车上车上车。不上啊，车子啊，你已经把他的心给伤好了，你不要碰他。你必须要把那个钱给还给人家吧，不然的话人家把你告上法院的话你就麻烦大了。兄弟，复合的话你的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是你的钱，你不用还了吗？还复合吗？你还复合吗？我的心都死了，哪里能不是真爱吗？现在不爱了，以前是爱过。你以为人家傻是傻一辈子吗？真的是，哎呀，他以前对你是那种心动的感觉，但是对你现在呢，心已经死了。你在他心里已经一点位置都没有了，是吧？位置都没有了，我跟你说，那叫他还钱就可以了，不用多那么多了。还给你们，赶紧把钱还上。你不要跑，拿钱就拿钱，赶紧的，我看着他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好马的不？怎么当初怎么看上这种人？哎呦，好漂亮！你害怕？怕？怕什么？赶紧拿来！那、啊、行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十几万呐、啊！这才一万块！有一部分他自愿给的，还自愿给的？有一部分没有记录的，要不要我打开转账记录？有一部分没有啊，几千上万的转给你，他自己都不吃不喝，赶紧的，还给人家啦。这里有多少？多少？一起算出来十年，给我18万算了。十八万？你以为啊？我这才17万啊。哎呦，要完了，连那个包要完了，要完了，连包要完了。放放了。我跟你说，不够的话，把他的车给压了。车应该有几十万吧？我要把车要了，要了。良心为了走了，车不行啊！要了，走路。赶紧滚了、啊，算了，赶紧去把你那女朋友追回来吧。不可能的，想着逃回人家。100度的开水都会有凉，何况人心呢、啊？你看，谁凉了？凉了，拿着钱吧，走吧。是，回去。走了。啊！计划。走，回家了。这种渣男就得这么治他。那不是。哎，走了，回去了。